辟谷第十六天。好烦啊，新人怎样才能学会辟谷啊？新人学习辟谷只需要做到知行合一。什么知行合一？知就是要知道什么是辟谷，它与断食、绝食有什么区别，了解辟谷期间可能会出现哪些现象，并且知道如何应对。那什么是行呢？行就是每天听课学习辟谷的相关知识，练习身心合一。只要认真学习，做到知行合一，很快就能进入辟谷状态了。我明白了。